针对有关于啊科技侦查，我们大家其实都支持。但我最近看到法务部转来一个函，我看了很震惊啊。我们针对网络流量记录，我们大家支持在科技侦查所需要的侦查手段，特别是在打击诈骗。但我看到你们所提出来简单的一张纸，简单的一张纸哦，里面没有细目，没有内容，最后只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建制这个网络流量记录的保存，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花上百亿，三大电信业者，每一个电信业者这块大饼可以分到30亿，这个钱到底是怎么估算出来的？请部长。这个是由调查局跟警政署来估算出来的。调查局是不是法务部所属？啊，你作为法务部部长，调查局不是你的辖下机关吗？所以我现在请教你啊，结果立法院跟你们要报告，给一张纸哦，拿一张纸来，要过上百亿，这样对吗？这个是建制的，这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一个问题哈。这部分哈，我想那个建制机关他们会有做一个评估跟一个。好，建制机关的评估，这一百亿怎么计算出来的？可不可以提供详细的内容？打诈需要的，我们一定会给后盾。但我看到一张纸一百亿的时候，我需要更细的内容，我才能负责任的做决策嘛。这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个。需要多久？怎么收费的？我们那个一个礼拜内，一个礼拜内提供资料。我先跟大家讲，一百亿是什么概念啊？调查局一年的预算多少钱？部长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个调查局哦，加一个刑事警察局，一年的预算哦。我再强调一次，需要的钱，需要的科技侦查手段，我们都会支持，但处理的方式，绝对不是像现在的法务部一样，拿一张纸来哦 ，A4 的纸哦。上面没有写几个字，就说要一百亿。相关的资料，请法务部一个礼拜之内提出来，谢谢。